你和叶微澜再怎么情深似海，那是你们的事，但我请你少来招烦我。顾萧城，不是所有女人见到你都恨不得和你马上结婚的。陆南英，你以为如果不是爷爷逼着我和你在一起，我和谢雨来找你在一起？顾萧城，你外面那个小情人一早就打电话跟我宣誓主权，怎么他还没有告诉你？我到底还是没有办法接受一个不爱自己的男人。叶蔚兰觉得我抢走了他的男人，但实际上这个男人是顾陆两家硬塞给我的，而我不得不要，不能不要。快，是陆氏的车。陆小姐，请问您对您未婚夫顾萧城先生和女明星叶微澜的传闻是否知情呢？不知道这些传闻有没有影响到你们的感情呢？请问您相信您的未婚夫吗？毕竟你们才订婚三个月就闹出了花边新闻。您对叶微澜小姐持怎样的看法呢？请退后，退后。是叶微澜。陆小姐，没想到您今天会来探班呢。日上三竿，叶小姐才来。看样子，叶小姐这个女主角的戏份不太多呢。陆小姐您来了，陆上辛苦了。陆南音，陆小姐慢走。陆小姐，你推我们微澜做什么？这陆南应该不会是嫉妒薇兰姐是顾少的女朋友吧？这女人从来片场就没有笑一下，看着就是个难相处的主。有钱的都是大爷，陆家从没有投资过电影，这一次说不定人家投资的目的就是为了来片场刁难我们薇兰姐呢。哼，站住，向薇兰道歉。我让你向薇兰道歉。顾萧城，你有什么立场要求我？萧城哥，我没事儿，你别难为陆小姐了。伤口还很疼吗？没事儿，陆小姐她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吧。这种低劣的手段她竟然也会信。陆南英，以后离微澜远点，再敢伤害微澜，我不会放过你。未婚妻身份又如何？顾总当众呼女友，怎么看都是微澜和顾总最配了。那个陆南英长相就是一副尖酸刻薄相。哼，果然是商业联姻，我早就猜到了，一定是来问新闻的事吧。南英，新闻是怎么回事？平时顾萧城在外面与那女人绯闻就算了，这都当着你的面爬到你头顶了，你怎么能一句话都不去和媒体解释啊？你看到新闻底下的评论区里那女人的那些粉丝怎么骂你了吗？